面对当前的疫情，不少人出门时选择戴上口罩防护。那么，关于口罩的各种问题也是引发了极大的关注。很多小伙伴都提出，用过的口罩沾满了细菌病毒，建议不要随意丢弃。网络上也有人担心，口罩被别有用心之人回收利用，并给出了诸如拿开水烫一下、定点焚烧、剪碎了再扔等处理办法。那么，用过的一次性口罩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呢？我们来了解一下。 网络上流传着很多处理口罩的方法，但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些方法。一、开水烫一下，用开水烫口罩需要将口罩放置在容器或台面上，避免不了污染容器或台面。消毒需要持续高温的条件，开水烫一下无法满足需求，仅能杀灭部分病原体。二、焚烧，焚烧不仅会污染环境，也会造成安全隐患。三、剪碎后扔掉。 剪碎口罩，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回收利用。这个出发点虽然是好的，但在剪碎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大的感染风险。如何有效处置用过的口罩？一，在医疗机构时，可把口罩直接投入医疗废物垃圾袋中，口罩作为医疗废物，会由专业处置机构进行集中处置。二，平时对于普通人，因风险较低，使用过的口罩可以直接丢入垃圾桶。 对于疑似患者有传染病的民众，应在就诊或接受调查处置时，将使用过的口罩交给相应工作人员，作为医疗废物进行处置。对于存在发热、咳嗽、咳痰、打喷嚏地等症状的人，或接触过此类人群的人，推荐将口罩先丢至垃圾桶，再使用百分之五的八四消毒液，按照一比九十九配比后撒至口罩上进行处理。如无消毒液，也可使用密封袋或保鲜袋将口罩密封后丢入垃圾桶。 我们还需注意什么？不要触碰别人使用过的口罩，口罩用完后不要直接放到包里、兜里。